9月2日，广东云浮街头，一名孕妇在路上行走时突然分娩。事发现场，出生婴儿躺在女子脚下的地面上，羊水洒了一地。路人见状，急忙打120电话。随后，医护人员赶来处理，对母子进行救助。之后，女子抱着出生婴儿，拎着菜，淡定离开。